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要我们路口的无烟步道的启用仪式了。那请表演场地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先提一下，今天呢主办这个单位的健康行，还有我们长乐国小无烟人行道的启用仪式。那在典礼开始之前呢，容我先介绍几位贵宾哈。刚刚我们郑林议员已经到场，我们也介绍过了，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郑林议员。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，我们安乐区卫生所，我们李炯忠李主任，我们感谢李主任。再来我们教育处的体健科代表，我们吴如敏吴主任，谢谢吴主任百忙当中莅临哈。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在地的几位里长，还有我们理事长。首先我们六合里潘德发潘里长，大家好，辛苦了，感谢潘里长的支持。接下来是我们五福社区林万国林理事长，好，我们壮观社区蔡秋林蔡理事长，感谢蔡理事长的莅临，还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表演节目，感谢蔡理事长。我们是不是？我们再给你。时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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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给